요즘은 괜히 잘 움직이지 않은 마음이 재미없어 party 부족해 너의 시간이 Too many drinks too many what's up 사실 관심 없어 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我现在准备出门了。我今天头发特别特别油，因为我准备去染发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染头发。然后我就看网上说，染之前尽量不要洗头吧，连续几天就对头发不会有那么大的伤害。我有点紧张，因为很害怕染出来不好看。出门之前给你们看一下我今日份的 OOTD， 今天上面呢就穿了一个这种大的衬衣，然后下面穿了一个短裤，把这边扎进去，这儿没弄好，有点皱。你们快记住我现在深色的样子，黑色的样子，但我选的也是一个比较那种深的颜色，就是亚麻冷棕，就应该还蛮好看的。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色板，我这次选的是那个资生堂的染膏，然后颜色选的是这个，叫什么来着？叫什么？薄荷青棕色系，就是那种亚麻的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我现在要先褪一遍色。小胡同学帮我选的，这是网剧吧？好像是。三叉戟。嗯。陈建斌老师，还是赵露思好看，还是传闻中的陈芊芊好看？你不是说不好看吗？好看啊！等得开不开心？我们都弄了几个小时啊！啊，我真的要死了！我觉得我有多动症，我不能再坐这么久。嗯，小胡同学竟然可以坐这么久。你看 wave。染完头啦，给你们凑近看一下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，就我可以接受。我本来当时弄那个染膏的时候，我说也太浅了吧，我真的怕死了。嗯，坐了四个小时，终于可以去吃饭了。晚上我们来吃海底捞，海底捞真的好好吃。我最喜欢吃那个虾滑，还有那叫什么鱼？巴沙鱼。整份。嗯，整大份吧。给你们看我调的料，就乱七八糟，就很有内容，它很丰富。你的也还不是乱七八糟，你好像说我，你东西放好多啊。我们的锅都沸腾了。这边是肥牛虾滑，肥牛，我们怎么点了两份肥牛啊？你点的吗？不一样。这个是什么？哎，这叫什么来着？什么球？抖抖面筋球，里面是虾滑，还有鸡蛋吗？啊。这里面已经下进去了一些东西，有我最喜欢的巴沙鱼，然后红锅下了牛肉。店员姐姐人特别好，还给我们送了一个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她给我们的情侣小拼盘，把鹌鹑蛋雕成了小兔子。这真的是兔子，你有没有艺术细胞？我们这里一号选手要跳水了。哎，那我他直接浮起来，是吧？花样游泳。你看这个丸子好像你哦，又圆又胖。哎呀，又露出来了吧？哎，这是好的，你吗？小仙女，这是您点了辣锅，特意给您提供了一杯暖胃的。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回学校了，今天就是去办一些手续，补办一些手续，然后明天参加毕业典礼，再把寝室东西全部都收了，然后就带回家了。今天呢，就穿了一个这样黑白的连衣裙，是五分袖的，因为昨天晚上成都在下雨，有点凉，今天就还蛮适合穿这条的。然后有一个小的兜兜，就可以放东西，比较方便，是比较宽松这点，就是有点透。我里面穿了一条裤子。我们辅导员的办公室就在这儿，三角，就是我们学校比较老的一个教学楼。我基本上只有大一学高数，就微积分的时候在这儿上过课。这就是我的学院，在四楼。
我刚刚去辅导员办公室领了一个学校的纪念 U 盘，还有明天毕业典礼要穿的学士服。这边在展示毕业照嘛，就有些学院已经今天办完毕业典礼了，我们学院是明天下午，还蛮期待的。这里就是我大学四年上课时间最多的教学楼了，就是五教。哎，其实六教也蛮多的，因为我们专业课一般都是在五教和六教上课，尤其好像就是上面这个教室。我记得有一次有个专业课，因为前面老师有事情就全都放在后面来补，我们整个专业就延迟放假，每天热得要死，当时还没有空调，就只有电风扇，100号人。现在准备去买一杯奶茶，就我们寝室楼下这个叫益和堂，这家我好像只在我们学校看到过，就我们家附近是没有的，我觉得还蛮好喝的。我最喜欢喝的两个就是益和烤奶跟和风奶绿，我方给我推荐的这家是。我点了一杯他们家的和风奶绿，特别特别特别好喝。我桌子现在巨乱，因为我要准备收拾东西，所以我把基本上所有的书啊那些都堆在桌子上准备收一下。没拍，这样拍好清晰啊。我们现在来参加毕业典礼了，在学校的图书馆。今天天特别好，天好蓝啊，阳光特别好。学生学位的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暂行。熊心飞，理学学士，经济学学士，昨天都没有给你们看我的 U 盘，还挺好看的，它是一个这样圆形的，然后这样推出来。我现在开始搬行李了，现在是两个箱子加一个包包，这是我的第一趟，我还要回来第二趟，我要送到校门口去，因为家长还有车都不能进来。现在搬完最后一趟行李了，就准备去把钥匙夹交给宿管阿姨就完了。天哪，怎么突然这么黑啊，好快，我的大学四年就这样结束。这次618唯一买的东西到了，是不是超级可爱？我就买了个手机壳，哦，还买了一个这个支架，就粘到手机上的，是一个小的泰迪吗？应该就是泰迪。我真的很喜欢狗，但我们家不让养。这上面也是，全都是小狗狗，好可爱呀！这个淘宝上应该算爆款吧？我就买的12块钱还是13块钱一个，这个竟然是单卖的，我当时以为还是送的，结果是单卖的。嗯，店家还送了一个小贴纸。都是可以贴在电脑上，贴在本子上应该有。又和这个姐会面了，我们现在在万象城，我想去买一套运动套装，就因为我们明天想约着一起去跳舞，我到时候给你们拍一下。我还没有运动一点的衣服，竟然还能如此的运动。我挑了个这样短款，然后下面是一个这种就很简单的运动裤，但我怎么觉得穿上那么像大妈呢？重新拿了一个 T 恤，好像配起来好一点，就是这种纯白的，然后是把它磨进去。我就买了这 T 恤算了，裤子想再去别家看一眼，总觉得这个裤子穿很奇怪的。喜茶竟然还出了薯条杯，还是联名的。他们家还出了汉堡，是那种素食的，就不是肉的。我们在选择明天跳什么舞。这个好难啊，我体力不行，跳5分钟都不得行了那种。没有声音，我应该跳点小学生体操。份的饮料时间，我点的还是我最爱的多肉葡萄，然后我方点了一个什么新品，叫什么伯爵什么呀，伯爵青奶茶，它这个看起来好爽哦。小方同学又要吃肯德基，这竟然不是我们的午饭啊，这只是他的下午茶，就吃完肯德基的鸡米花再立马去吃晚饭。你不胖谁胖？呵呵。
没想到竟然点了这么多。我晚上我们俩还说要去吃新疆菜，就去吃大盘鸡。我怎么觉得吃完这个就饱了呢？ This song ain't about heartbreak. This song ain't about lies. Hello 大家，我现在准备出门了。我今天要去弄一下我的头发，就是我当时染的时候我就给那个理发师说我想要冷色一点偏亚麻的，结果弄出来有点太黄了，我就不是很喜欢，然后我就给他说了一声，他就让我一周之内可以去免费重新弄一次，就约的今天。我就想把它弄成亚麻，然后冷掉一点。小胡同学来了，陪我染头发。我现在准备把那个头发颜色调一下，就加冷调一点。我今天戴的框架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戴隐形，今天眼睛有点痛，我就换了框架。准备订一杯喜茶，我想喝我昨天我方喝的那个，我去好好喝啊，叫伯爵青奶茶。派小胡等会儿去拿。这个人真的很绝，我才刚转过去一秒钟，让你等等我，你就开了。哎，你这是又没开了吗？对面没准备。你这是什么战队赛？嗯，是自己家战队吗？哎，乱加的。我好喜欢我现在这个发色啊！我当时染的时候就是想要这种颜色，就是绿色有一点，还蛮好看的。嘿嘿。我都染完头发了，喜茶才刚好。我点的我昨天我方喝的那个，我觉得好好喝啊，叫伯爵青奶茶，有点像阿萨姆奶茶。然后小胡同学点了一个，这叫什么呀，阿华田波波冰。我觉得你这个看起来好好喝啊，这上面是那种，你还加了芝士吗？它本来没有吗？你这个看起来好好喝啊。